近日，由中央电视台农业节目《致富经》栏目承办的2014农信银杯 CCTV 三农创业致富榜样评选推介活动之榜样到身边首站走进安徽合肥，现场五位杰出创业代表及点评嘉宾、中国农业大学傅文革教授就商机发掘、行业创新、企业核心竞争力、创业经验教训等热门话题与安徽省近400位企业家创业者进行了深入交流。据了解，2014农信银杯 CCTV 三农创业致富榜样评选推介活动包括五场榜样到身边创业峰会和一场全国十大创业致富榜样评选颁奖晚会。